来来，越南妹，听得懂吗 ？OK， 听得懂就行。给你介绍个中国帅哥。OK， 好、啊。嗯，炮神，炮神，谁呀、啊？我啊，林总。嗯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给你儿子介绍个美女啊。哎呀，出来呗！哎呀，炮什么？不想要儿媳妇了？哎呦我的天哪，你已经骗了我无数次了，看到你我都以为是碰到鬼啊。这个不一样啊，以前介绍那些都是中国的，这是越南的。还越南本地货，我都守不住，还会变一个越南货、哎、越南那边的家境穷了点，女孩子又多，知道没有？现在他只想找个中国的，生活条件更好。真的？哎 Hello 那不是赶紧叫阿顺出来啊、哎、阿顺啊，阿顺来啊，给你找老婆。天寒地冻给你介绍个儿媳妇，你不要？要不要？要、yeah. 要啊。嗯，来来，走走走走。喜不喜欢？喜欢喜欢。那进来了吗？进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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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跟你说抱抱好把握，知道吧？哎呀，来来来，进来坐，美女过来。 OK。 哎呀，哎，随意坐随意坐，来坐坐坐。嗯，来坐吧。林总啊，这个墨衣漂亮啊。那肯定的，不漂亮介绍给阿顺呢，对不对？像我家那个傻儿子还懂得去做平板美女啊。叫明白不下。这个是越南货？越南的。多少岁了？28。那我儿子30多。感觉您合适了，我跟你说炮神，年纪来了就应该结婚，不结婚老了更加娶不到。我就害怕跑。哎呀，跑不了，人生地不熟的，跑去哪里？那跑的话，你到时候你要得负责吗？你只要好好对人家能跑了吗？对不对？那肯定是对好了。如果说你担心的跑，我临走保证跑了我赔一个给你。行。红包多少？彩礼要40000块，刚才来之前他已经跟我说过了。要40000呢？对呀、啊。他那交给谁？交给他。给他。左口袋进右口袋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反正他都是在这里住下了。还行，稍等一下。好、哦，哎，啊，泡水吗？啊，他彩礼是40000吗？我林总还有红包钱呢、哦。红包多少？8000。怎么这么贵呀、啊？我现在向你保障他会在这里过生活的，8000块钱怎么贵呢？啊，我干脆你要他陪你儿子过一辈子呢。反正你自己考量，你不要的话我马上介绍给隔壁家那个房子。要赶紧包不跑。真是的，唧唧歪歪的。那阿兰、你也听懂我说什么了吧、往后你好好跟阿顺过日子、不能跑了吗？包那么死啊。哎呀，我老头走得早，那你那笔给我也是给我儿子娶老婆用的。那只能那什么，这是20000。40000。那 Thank you。 往后要好好过日子了吧？ OK。 反正也是走口袋进就口袋。对啊，反正在这里过生活了。我了8000。8000呢、啊、嗯，那8000。哎呦，那炮什么啊，人我介绍来了，马上你好好对人家啊。放心啦、嗯、我肯定是当亲生女儿一样对待的。那就行，那我就先回去了吧。啊，你不在这里吃饭了吗？哎，不用了不用了，我还做媒呢。行行行行、好好、啊、再见了。行。哎呀儿子，等一下，稍等一下啊。阿兰等一下，我你没有衣服啊，带你去买几套衣服吧。 OK， 走上街去儿子、哎呀，那么漂亮的儿媳妇。儿子啊，麻鸡去虚啊，你在家里面看好了，看好儿媳妇吧，不要让她乱跑吧。我也去。你不要去，我把钱放在这里，不要让别人偷啊。啊，在家里干好家，你那个老婆等一下看不好的话，等一下跑了怎么办啊？我去买好吃的给你啊！要帮帮他啊！帮帮他，帮帮他，在家里面帮啊！帮帮他。
老婆。Hello。你去哪里？街上。我也去。哎呀，你去什么去？但是你不方便啊？给你100块买棒棒糖。我要去辣条。吃辣条啊？啊。去买呀，那个街上那里。一起去。哎呀，我不想吃，你去吧。啊、哦，你在家等我啊。OK。走。阿顺啊。哎。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里啊？我吃辣条。吃辣条啊？啊。媳妇呢？儿媳妇呢？出去了。出去了。啊。哎，完了，会不会又是跑的？哎，不行，我得看我的钱去。哎呀，阿顺呐，走多久啊？偷钱了，把我们的钱全部偷完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完了完了，这个死人种又来骗我。哎呦，今天我找算账去。阿顺，走走走，关门关门关门，快点。去哪里？去找林总啊！快点的，快点快点，阿顺快点，林总，林总，给我滚出来！哎呀，开门呐！谁？哎，出来！杀手！还杀手？你给我儿子介绍的老婆跑了，你老婆跑了啊？干嘛不叫你儿子看管好？看管？买包辣条啊，骗我儿子在家里面吃，买一包辣条。反正啊，人我是介绍给你们了，跑了，那你们赶紧去找啊！你找我干嘛了？又不藏在我家，要不你随便干，绝对不在我家里面。你当初信誓旦旦的说，只要跑了，你要赔一个给我。还有啊，我的压箱底的钱都被他拿跑了。什么钱你拿走了啊？哎呦，我的棺材本呐、啊！都怪你们看管不严呐、啊！我不管了、啊，你今天必须要赔一个给我。我赔什么？要不是我带吧。哎，老婆，怎么吵啊？哎呀，他前段时间给 Paulson 介绍个儿媳妇越南的，现在跑了，他来要我给人的，不是神经病吗？我跟你讲，哎。哎呀，我说你啊，不是说过了吗？叫你不要做这种缺德事的。你又不认识人家，你介绍干嘛？你骗红包啊？谁说我骗红包了？我好心给他介绍个儿媳妇啊，传宗接代啊。传宗接代。我告诉你啊，炮婶啊，你不要在这里大喊大叫，影响我。大不了我把那红包钱退给你。我不要你的钱，我就要一个我儿子拿个老婆。狗屁老婆！那8000块钱红包钱我不要，不要就算了。我都说了，说你人心不正的，怎么能干这种事呢？是不是？老婆啊，你帮我还是帮他们啊？现在帮他们是无赖啊。什么老婆？我刚才还没结婚呢、啊，你这种人品啊，还没有结婚啊？哎呀，哎呀，你要干嘛？喜不喜欢？还没有结婚？喜欢。这个做老婆可以吗？可以。哎呀，哎，那是我老婆啊。你老婆？我过几天就要办证了。我几万的老婆棺材本都没有了，我管你老婆婆，地上拖。